嗨，我是 Annie， 今天我要来开箱位于台中鱼市场这里的潮港城太阳百汇吃到饱餐厅，我们一起进去看看。这里平日午餐768元，晚餐839元，周末全天888元，以上都要外加一层服务费。用餐的位置还蛮多的。这边的熟食区选择还蛮多的。连螃蟹也有很多种料理方式。哇，这个酸辣汤看起来好像很辣的样子，颜色超红的。生鱼片和寿司这里的选择也还蛮多的，如果喜欢吃生鱼片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。来吃到饱餐厅，我蛮喜欢这种直接自己选食物，然后他马上帮你制作的餐，因为这样可以确保它是真的很新鲜的食材做的。沙拉区基本上我不是非常喜欢，所以就看看参考咯。哇，它熟食区的种类真的蛮多的，刚才已经一大区了，这边还有很多不同种类的熟食。饮料的部分有啤酒、果汁、气泡饮料，还有很多咖啡可以选择。这里的甜点区选择也蛮丰富蛮多的，喜欢甜点的人有福了。我很喜欢吃白木耳汤，待会可以来喝。还有这个摸摸渣渣也是我的爱。冰淇淋是明治的，然后有两种口味，蓝莓优格还有红豆口味。塔拉朵意式冰淇淋，这里有五种口味可以选。目前我觉得生鱼片还不错。这个快炒也不错。嗯，那快炒是可以新鲜炒的，我觉得也还蛮不错的。等一下再去排牛排看看。目前觉得评价如何？还可以。你觉得哪一种比较好吃？生鱼片啊。这个香菇哈还蛮好吃的，可是它有点辣，因为我不吃辣，所以有点辣。现冲的牛肉汤，谢谢。对，我要来吃一下它这个现煮牛肉汤，它是现冲的牛肉，用生的那个牛肉放在里面，然后用牛肉汤汤直接冲下去。嗯，这个牛肉的味道很嫩，很鲜甜，这汤也很好喝。嗯，大推，这个好。这里可以点现煎的牛排，谢谢。我现在先来试吃一下它的牛排，应该大概5分熟左右。嗯，这牛排好吃，蛮嫩的。现在来到了甜点时间，对它这个摸摸渣渣还蛮期待的，因为每次啊，我只要去那个马来西亚料理或泰国料理餐厅，我就会很想要吃这个。
但是这个摸摸喳喳比较没那么浓，就是它比较水一点，在外面吃的通常都会比较浓。不过就味道上可还可以接受，还不错。吃饱后可以到外面这边欣赏美丽的艺术品，这些艺术品也有在做贩售哦。因为我们刚刚吃饭的时候有加草港城的 LINE， 他们有在做活动，所以我们有100块的折价券可以来这里买东西。外面这边有一间土地公庙，然后旁边呢还有在卖鱼货和海鲜的地方。冷冻的一些鱼类的东西啊。这边就是贩售一些冷冻的鱼、海鲜、虾等这些食品。还有卖乌鱼子，这边卖鱼松，还有一些调味料。外面这边其实可以逛的地方并不多，就是有一家 Seven， 然后我看前面这些建筑物里面目前好像也没有营业，所以主要也是就来这里吃饭咯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喜欢我的影片请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跟着我一起好好生活。To be my own worst enemy. There's no risk if you don't try it anything.